我连人都想杀你，你别逼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 是裴小姐，好的，是裴了。你好，小姐，我叫阿卜松，来自日本晋江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阿卜松先生。能请您喝杯酒吗？请。啊，中尉，这里是陪练室，不可以进来的。 我们的军官俱乐部里被暗杀了。对不起，大佐。啊，对不起有什么用？现在专家死了，我怎么向大本营交代？ 你不是冷风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跟冷风是什么关系？原来你就是西西啊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冷通，是冷风的孪生弟弟。冷风在哪儿？他过得怎么样？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哥是自杀的，就在这个房间。
就是为了哥哥的遗愿。遗愿？我想知道你站哪边，是我哥还是 CPA？完成哥哥的理想，也是我的理想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离开 CPA， 和我一起做一番事业，从此再也没有那些肮脏的权力斗争，有的只是一颗抗日报国的心。很好，现在你可以告诉我阿伯松在哪儿了吗？下一步你准备怎么办？当然是带着他离开上海，然后开始印制伪钞。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现在整个上海，无论是日本人还是 CPA 都在寻找他。我既然能够通过吴少康找到这儿，相信其他人也可以。那我们要尽快转移。不用那么麻烦，阿布松确实是制版专家，但是能印伪钞的可不是只有他就行。你的意思是，与其冒风险去印伪钞，不如利用这个 CPA 日本人都想得到的专家骗真钱。说说你的想法。跟桂海清做交易。桂海清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谁无关紧要。你只需要知道阿布松在我手上。你想怎么样？不必担心，我只想要钱，你开个价吧。英镑。50,000英镑。你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。桂海清，相比一个可以源源不断印制伪钞的专家，我想这个价钱很合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得给我时间，这不是个小数目。我得筹备资金。不要耍花样。我不管那么多，准备好现金。要是你敢耍花招，别怪我直接去找日本人交易。明天正午，过期不候。桂海清狡诈多端，跟他做交易不得不防，最好别用真的阿布松去交换。经理，我已经顺利通过考核，申请归队。欢迎你归队，经理。你这么大阵仗，去执行什么大任务？劫持阿布松的那伙神秘势力要跟我做交易，我去把他们一网打尽。阿布松，日本雕刻大师？对，正是他。阿布松才是上海金钱豹计划的真正专家。你们回来的正好，可明，你留守公司，陆陆跟着我去见识见识这帮绑匪。走吧。
干脆算计自己的上司，一点都不含糊。这都是为了冷风，怕是因为我才会负伤，最后被桂海清抛弃，走上绝路的。你说的对，哥哥当时要是明白 CPA 和我们现在单枪匹马干没什么两样，说不定我们现在就是第二个 CPA。 你要小心，我在这接应你。多加小心。套上吧。是。钱带来了吗？对阿布松本来就没兴趣，我就是要他死。假的，追！